小学读的是泉州李成民办小学，62年入学，然后读到66年就碰到文化大革命，所以是这样，小学是只读了4年。我的初中、高中都是在泉州一中，这个完成的，但高中实际上没有读完，我论理应该是74年高中毕业，但是我73年就因为学校办校办工厂的需要，就留在了泉州一中，5期校办工厂工作。77年参加这个高考，就是高考恢复之后的第一届吧，读的是泉州师专，虽然是77级的，但是78年5月才入学，那入学只读了1年零2个月，学校把我安排到泉州幼师去实习一个学期，那到80年2月，还不满2年嘛，但是你们就毕业了，就毕业，所以实际上在校的时间很短。不过这1年零2个月当中呢，实际上对我后来的这个学业上的成长还是有很大的帮助。当时教我们现代汉语的是后来担任那个副校长的林木星老师，那林老师的这个课上得很好，所以我从此就爱上了现代汉语。实习完了就直接到泉州幼师去担任语文教师。那可以说运气比较好吧，我到幼师就上了一个学期的课，9月的时候复办的这个中央普通话进修班，分配给泉州幼师一个名额，可以到北京去进修普通话，那正好就学校把这个名额给了我，我到北京去学了3个月，但这3个月可以说实际上就是我的专业的一个起步，因为在这3个月当中，我才真正了解了什么叫方言是怎么一回事。主要教的是普通话，但是他会告诉我们普通话跟方言是一种什么关系，我们怎么样通过方言来学好普通话，所以涉及到很多专业方面的知识。那也就是从那以后，我回来之后就立志说，我得再考研究生，对这个专业的一种兴趣被激发了。毕竟自己是师专毕业，而且呢在校学习的时间太短，感觉到自己的知识积累还是不够，必须要进一步的充实提高，所以就下决心在考研。但是当时考研的难度太大了，因为它的录取率是非常低的，所以呢说来自己很不好意思，我在5年当中考了4次。那一年去复试的时候，导师也非常感动，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说，有志者事竟成。我导师是漳州人，叫黄典成，他在闽南方言研究方面这个成绩卓著啊，我们现在的什么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啊什么，这都是当时他主持编写的。我考上的专业是古代汉语，我导师这个黄先生，他这个古代汉语他还有他的特色，他的特色是什么呢？那就是通过我们的方言来研究古代汉语，所以这一点呢就变成对我来讲呢又是一种得天独厚，有优势，所以这个说起来，我有时候觉得自己也非常幸运，因为这样各种原因吧，那么正好上了这个专业。那上了这个专业之后呢，实际上一开始我也是很迷茫，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他给了我一个建议，他说《世说新语》当中有一个词很特殊，就是姓许的那个许，不是表示姓，而是表示那代词。他说这个词特别有意思，要不你去看一看，看有没有文章可做。那我自己也没想到，导师就这么一句话的点醒，让我做了一辈子。一开始读好像这个没多少差别吧，但是渐渐的、慢慢的就发现，还真是有很多东西，不仅仅是一个许的问题。我最初感觉到了就是，比如说人称代词，这个是我们天天都要用的，我啊、你啊、他，是吧？今天我们3个人称代词还是我、你、你，跟《世说新语》一样。那么这个就成了一个缺口。那我发现之后，我就继续的在
来深入做下去。因为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能有这么多的东西，哎，后来就是越做发现内容越多，哎，尤其有一些很特殊的词语，那么别人可能一直误解，但是我们却通过方言跟古汉语的对比，我们给它找出来。这书信其实就成为一个突破口，特别是我这个叫自学的一个突破口。那等于说我这一辈子呢就跟这世说先生就离不开了，等于也是做了一辈子的这个研究了。那么为什么那么值得研究呢？首先就这部书，哎，它的特点，哎，它可以说是六朝的一部百科全书啊。那么但从我这个角度来看，我更关注的倒不是在其他方面，我就是关注他的语言。因为这部书它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它就把当时很多的口语词都写到书里头去。我说我们泉州话都有古汉语的活化石支撑，恰恰我们就成为可以打开世说新语这种语言宝库的一把钥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不少别人不好理解的词，哎，我们用泉州话去读一读，我们不仅读懂了，而且我们读通了。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，这里边讲到有个人是很喜欢捏鼻的，那捏鼻呢什么意思呢？那么如果按照常的呢，就是说捏鼻就是很不屑，很不愿意看，或者很不愿意跟人家谈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就是说不屑之状嘛。但是用我们泉州话的捏鼻，捏就是摸弄，摸弄就是在有点玩耍，我剃头改写屁嘛，是吧？好，那解释通了，对吧？所以这样的例子不是做这个课题，就给我一个感觉，我们的这个方言确实太古老，而且确实太宝贵。后来我就不断的做，最后当时应该说我们的硕士论文一般3-4万就够，我完成10万字，完成10万字之后呢，我自己其实也没把握，但是导师还是很高兴的，而且呢，把我这个硕士论文直接寄给了杭州大学的郭赛宇教授。当时我心里头是一直在打鼓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当中有些观点看法跟郭赛宇教授是唱反调，可是我没想到。郭在一教授来信，就第一是给我的评语很高，第二还亲自给我来信，为我加以肯定，我是特别感激他能够得到一个大家的肯定。你要说对我影响最大的，如果是叫做入门级的，那可能应该是算是在北京的中央普通话进修班开讲座的有很多，而且都是大名家，包括什么李书香先生啊，周有光先生啊，周殿福啊，国际音标，这个周殿福先生是国内第一位那个标准的发音人，当时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已经上70岁，另外还有那个什么普通话的专家徐世荣啊，那个我们的班主任孙修章啊，这些都是在这方面造诣很深的。那这些老先生现在可能大部分都不在了，那就是说其实在我就在那个时候就打下了一个基础。当时因为我们结业的时候都要有一个试讲，就在那个地方培养了对方言的热爱，所以我那个试讲的题目呢就是泉州话跟普通话的声调的对应，这一个话题还成为我发表的第一篇正式的论文啊。当时我也制作一张图，当时我自己制作了一张图，那试讲效果很好，那个我老师也给了我很好的一个评价。说起来也很有意思，我导师是漳州人，但是呢他非常推崇泉州话，他有两个论断也是对我影响特别深远。第一个论断，他认为下泉漳比较起来，他觉得泉州腔最好听。他说，尤其是泉州人的那个男音，那个男音唱起来真是无与伦比。那么
为什么？就是他说跟泉州话我们的声调是有关系的。第二呢，他还有一个论断，也是后来很多人引用的，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《晋唐古语在泉州》，发表在我们的泉州文史上。那他有一个论断，他说如果李白和杜甫今天能够活过来的话，在元宵节的时候来泉州，跟泉州的这些老先生们吟诗唱和是没有问题的。这说明我们今天的泉州话保留了很多的晋唐古语，在发音上它跟唐朝音是很接近的。但是它有一个限制，很多人没注意到这个限制，是吟诗唱和，不是日常的口语。为什么呢？后来我经常就开讲说说到这段话了，我特别要给他们解释。你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说你接不去读，李白杜甫听得懂，他听不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口语要比李白杜甫更古老。我们的口语这种发音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，因为吟诗唱和你必须用文读音，说话我们用的是白读音，白读音特别古老。88年毕业了，毕业就来到了华侨大学。那我说，因为人就是这样的，就是你有了这个准备，有了一个努力的目标或者方向，可能有很多机遇就是你自己想不到的。回到我这个自己的家乡泉州，然后到华侨大学，华侨大学做什么呢？我没有到中文系，我到了预科部教书。到预科部教书其实跟我的专业没有什么关系，是吧？跟我的古代汉没有关系，但是说没有关系也有关系，因为他我教的是大学语文，那我就把我导师的那一套用我们的方言呢、跟这个古汉语呢来印证、来比较、来教学生，这学生听了也觉得很有意思啊。介入这个关于方言的研究，也有一个大气候的问题。当时一个是全国各地都在做这个方言制修制，修地方制，那这个地方制当中都有一个方言卷，那这方面人才当时是非常紧缺的，没有多少人去学什么方言学啊。我正好就是这个专业毕业的。那第二回来之后呢，最初的介入，实际上我还感谢泉州的老市长王金生。我回来之后，当时正好是他创办了这个泉州历史文化中心。那么当时呢，他还办了两个刊物，一个刊物是《泉南文化》，另外一个刊物是《泉州方言小报》。这第一期是85年，当时我还没来。那我就是88年毕业之后就来接手编这个小报，一直编到89年或者是90年左右。所以当时其实我就等于负责了一报，还有一刊。我后来就是泉南文化这个有很多就是我参编的，这个实际上对于我后来的学术上的成长帮助非常大。一个方面就接触了很多老先生，然后也同时也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接触了南音。南音有一些老艺人啊，当时因为历史文化中心是收罗了很多对我们的人才，那我就开始对这个感兴趣，也开始接触南音。王金生先生又资助我出版了《泉州方言与文化》这一套书，上下两册。那么这一个可以说算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。另外一个方面，那就是要加上刚才提到那个大气候。大气候就是各地普遍在修治，还有呢，泉州当时也做那个叫三套集成，民间文学三套集成，故事、歌谣、谚语，这里头邀请我去参加谚语的编撰，我跟蔡湘江，还有那个黄碧成负责，我们两个参加了。对我后面，我们后来出泉州谚语啊，这其实等于起到一个收集资料，而且知道怎么编写。那还有就是方言志，我参编的方言志好几部，泉州市志，后来的鲤城区志就我写的，再后来又参加了惠安、德化，再后来晋江诗诗，都是我做的，所以呢，也就是说这就等于就全面铺开了，不仅仅局限在我们的鲤城区，大概我的
这个方言研究之路啊，可能就是这么走过来的。做完这个方言之，那我们对方言的认识就加深了一步，哎，就知道了这个。虽然说我们说的都是闽南话，但其实是千差万别。哎，你只要隔了一个小地方，它可能就有不同。不能以为说哦，所有的闽南话都是一样。其实我们做了认真的调查记录之后，发现还是有很多的不同。后来因为我在一直这么做，后来又把方言跟古汉语又跟我们的南音联系起来，就发现确实非常古老。那个南音的有一些唱词，那它可以从明代一直唱到今天。我们现在只能说到明代，不再往前我不敢说。我们有证据的，明堪三种可以证明，而且还特别奇妙，就是有些音还跟我们今天的口语还不一样。我有一个感觉，就方言，你越研究，你就越觉得奇妙。就我们的方言不仅仅是我们口语教学的工具，我们还可以作为破读、破解古汉语的钥匙。就是根在中原，而且根在什么呢？就在我们几千年一直延续下来的，在我们这个地方它就没有断，这个根脉它就没有断。我们闽南文化历史非常悠久。哎，那值得挖掘的东西是非常的多，啊，可以更好的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实服务。我们的南音的戏曲，因为它有非常严格的师承的关系，它是靠口语的，口耳相传。哎，尤其是我们如果说接触过这个南音界的艺人，就知道，以前在学南音的时候，老师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。哎，我教你这一句怎么唱。怎么发音，你是不能一丝一毫的走掉的，你稍一走掉可能板子就敲下去了。那之所以要这么严格，他就怕他走样。也正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我们说这个南音他这种师承很严格，所以他才能够保持他原汁原味，他不走掉不走样。哎，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那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个千百年来我们的南音这样一直传承下来，是吧？而且大家都很喜欢，是吧？那么戏曲也是这样，它传承也是很严格。当然可能到当代可能就不太一样了。那语言也是这样，所以有可能那就是这样。哎，有一个传承的渠道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你要求过高也不现实，这就是这样。哎呀，实际上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呢，当然我算不上戏迷，但是呢，我也不是因为做了这个研究才关注我们的地方戏曲。哎，其实我小时候，我们唯一的方式什么，哎，我跟我老祖母什么到了啊，如果他去看戏啊，什么带上我啊，一直去看。哎，那老祖母爱看吗？以前看什么《桃花大肚》啊，什么《管府颂》啊，啊什么啊，又听什么《雪梅歌》啊，然后南音，我父亲喜欢听南音，哎，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潜移默化，哎，所以我也是从小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长大的，所以你不去接触也是不可能的，哎，那就是说自然而然的耳濡目染，哎，大体我对。原来对地方戏的了解就只是在这个层面上，我也很喜欢听啊。那后来到硕士阶段研究世说新语，我经常因为你要联系到我们的方言，那联系到方言的口语词，有的时候我也想不到，而且我们写进去人家不一定信啊。那让人家信服，你要有根据啊，根据在哪里？我后来就去看了《历经记》，《历经记》因为它很长。啊，那涉及的方言词语很多，所以我经常就拿这个历经记的词语来印证世说新语，用戏文来印证它，这样你加强说服力了。明代的戏文是不是这个是已经是成立历史典籍了啊，你一用人家就信服了。哎，所以这个是第一步。那到第二步，到99年到暨大去在职去读博士，就已经开始是有意识的又转向了我们戏文的研究了。因为世说新语的研究，我觉得到硕士阶段我已经基本上完成了。到了暨大呢，导师问我说你想做什么，我说我觉得世说新语我不敢再做下去，我想就转向，因为当时做历经记嘛，
啊，再加上后来 也跟南音劳役人有很多接触，所以我就觉得哎，南音是一个待开垦的一个宝藏啊，所以当时我就说我要做就做民勘檄文，民勘三种是后来发现的，就把这个也包括进去，导师觉得挺好的，哎，这样就等于是你拓展了一个领域，记到了这个我这个导师张伯惠教授，潮州人，立定计就是前朝合看的，泉州跟潮州合看的，是吧？所以我做这个，我导师也懂啊，博士毕业差不多十年了，我就后来博士论文出版，就是这个明弦之音，其实就是我的博士论文，在我们的戏曲界的老艺人当中，就一直有所谓的鹧鸪音的说法，还有不同的叫法，哎，南音它叫卡音，或者有的叫嘎音。那后来有人告诉我说，在木偶的老艺人口中，它叫赵鸪音。大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吧，也就是在泉州历史文化中心，他开那个叫做南音学术研讨会，哎，所以有一届就很多人讨论了这个问题。这人怎么会去发鹧鸪音呢？是吧？鹧鸪是鸟吗？通过研究，通过比较，我就发现鹧鸪音就是赵鸪音的额变。比如说穿鞋的鞋，我们今天叫做围，可是鹧鸪音它怎么发呢？围，围啊，这三六请这三围，你会不会？那是诶，也是围，你围围，而且你去听南音，它也是这么发。所以说南音奇妙就奇妙在这里。它第一，它传承那个明代之前的这个啊曲子，包括发音，一直传承到今天。另外，它今天跟我们口语又不一样，唱南音它必须这么唱，它包括戏曲它也这么唱，哎，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说明它这个传承非常的严格。你只要唱南音，你只要唱南戏，你必须这么唱。我们今天，再来看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后来研究了，其实。这个呢，赵鸪音是对的。后来我专门发表了一个学术文章，哎，在那个方言杂志上。其实它当中多了一个东西，我们叫做韵头，就是吁，多了一个韵头吁。凡是加这么一个东西进去的，它就是赵鸪音。也就是说，明代之前有一个韵部是专门收这些，哎，它有几个韵，就是非常特殊，叫做。就相当是叫鹧鸪音或者是赵鸪音的韵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古老，它就保存不变。可是我们今天呢，因为这语言它一直是在变，你希望它不变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听南音跟我们听日常口语是不一样的。哎，那道理就在这里，可以一直上溯到内音妙物之前，就是明清之前，这是比较保守的。这明清之前那肯定是对的。但是他是不是到宋啊唐，这我不敢说。其实我觉得他跟我们的今天的广韵啊，就是宋朝的广韵，其实是一致。这种词汇的消亡或者更替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语言总是这样，有一些旧的词语，如果用的人少，他就不断的退出历史舞台。那么这种词汇应该说是很多的。比如像刚才说的《世说新语》当中安，现在就很少人用了。倒是什么地方呢？山区有人还懂。比方这个戏曲当中有个词叫背戏，背戏什么意思我也不懂啊，但是我后来经过上下文推断，背戏就是见笑、害羞、害臊，没背戏就是你不懂得害臊。那有一次也是在那个一个学术研讨会上，我提到我在说背戏在我们闽南地方已经消亡，结果有人举手，哎，老师，我们那个地方现在还讲背戏，你在南北背戏啊，你在南北摇尖叫，他说我们还用啊，对，我还以为说已经消完全消，其实没有完全消，它只是局部在这个地方可能消亡了。明勘三种教注当中有很多涉及到很多这样的例，哎，这个例子可以举出相当多，哎，但是我要说明的是，这个词语的更替这是不可避免的，啊，普通话也是这样，随着这个年代的啊这个时代的更替啊，它肯定会走这条路，哎，那么
我们用什么办法呢保留呢？我想语言保护工程是国家的一个大工程，就是给各种方言就找发音人，然后记录，录音录像，包括文字把它记录下来，这是一项工作，而且这个是全国性的工作，现在可能已经开这差不多就要接近尾声了，那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我们要编词典，包括我们后人呢、能了解我们啊前代人的方言的这个模样，它究竟是怎么样一种情况，我们通过编工具书，把这一些有的已经消亡了的也把它记录下来，这样呢就可以减少损失吧。大词典我想呢意义应该是多方面的意义，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这个方言呢，因为刚才讲了有一种其实是在萎缩，那萎缩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把它这个原汁原貌的把它保留下来，这个编词典是一种很好的做法。我们编的这个闽南方言大词典它其实是一种是会发声的这个工具书，因为除了字面以外，我们后面还有 3D 的录音，每一条词语都有录音，你上网或者那个光盘插进去，你都可以听到它怎么发音，原汁原味。你要学习或者你要了解你要研究，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料。第二呢，就是那我们这里头呢，你可以进行不同地区的这个闽南话的比较，我们起码这里头下章权嘛，三点嘛，另外呢，我们还收了不少台湾的词语。地方话其实它是地方文化的一种载体，你让这种文化载体消失消亡，那好了，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系列的文化的消亡，对吧？我们的木偶、我们的男音、我们的梨园戏、高甲戏等等等等，你都不懂方言的，你这些戏剧你还有存在的价值，还有存在的意义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说这个我们不要人为的把方言和普通话对立起来，方言跟普通话它其实应该相辅相成的。前几年又到境外，到印尼、到泰国去这个研究生上课，那我发现我们现在那个外面的那个孩子啊，他的家长也会千方百计的用各种办法来教孩子留住方言的根。好几个马来西亚的学生，他看到客家人他就跟你讲客家话，他跟我他就会跟我讲闽南话，跟广东人他就讲广东话，那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这孩子他学习语言的能力是超强的，尤其是在五六岁六七岁的时候，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误区就老觉得学了方言就说不好普通话，这是完全错的。我一直提倡我们就应该叫做要相辅相成，对，普通话跟方言是可以相辅相成。我刚才就说了，我们研究了方言，我们可以更好的学会普通话，甚至更好的去推广普通话。只要你真正的学好了用好，这它可以变成不备。做这个闽南语的传承工作已经应该说有几十年了，对吧？那其实我自己觉得效果不是特别好，高校它不是方言传承的主战场。或者重要阵地。为什么？我们的方言的任务是传承，高校可以开设啊，当然对向外地学生介绍一下我们的方言文化，这是有必要的，但是真正要传承好我们的方言，主要的阵地是在中小学。其实最重要就是进课堂，方言进课堂，对吧？你能在中小学哪怕开它一节课，一周开它一节课两节课都好，